我是瑞博，就是在百年青年11月9、10号美术馆站11:15所拍摄的是一次环岛观光之旅，行驶至东门极光，就让人去看台北。有列车通过，刚通过是一次性的绕线港台北的 R113 彩电头加一节聚光色电车加6节聚光后车厢，环岛观光站内西四至东门聚光已经通过美术馆站，以及现在有列车通过 PP 自强号，应该是172吧。如果是172至金鳌三线北回香港花园的 PP 自强号，已经通过美术馆站、谢馆、日向片馆站都点的就港片，再见，拜拜。